我们家几十个八万多，我们原来买成十多万，所以说基本上现在买是啊，所以说我们买得早，就是搞得好了。我们当时买成14-15万，你们现在卖八万，我们心里都不平衡了。你们太好个鬼！我们买的是负二楼呢，到了15-16万，15-15万。负二楼呢，给我们搞在是不是？再加上那个，你们今天讲讲，我们再提个建议。当时我们买车位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根本就不是图这个钱。不动，我给他们投降。我给他投降。别给我落下来。完了。完了。马上过来。完了。完了。你拿不到。掉。这就拿手去。